对，然后那个黑人乐队，他的那个他太多了。看你上次报警当时。对，因为女生就会这样，就那天主要是大家都按着我，我要按几度分就打得比较轻松一点，所以7-9是比较轻松。可是他9-11其实因为上次有一次团主有来的时候还不错啊，因为上就是最近的你们上次看到还是团主没有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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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主要打冷华跟国宝，冷华国宝跟那个对，前几天是礼拜天下午那场，你是七号，没有是1-4，下午1:00，对对对，啊现在这个赶到超强去，对对，超强在哪里？安平那边，在那个草原那边，对对对，超强那边，对，那个故意那边。但是你在你家在门口附近？没有，我家。因为但是有点远，半场也蛮多的。对。关键你在山西家主要分的一款是抢的，那你其他蛮多。不是，他礼拜三那边也有。有够远的啊，人等不行，太远了，真的太远。你是不是跟他比？就可惜了，就花一件事。往北安那边安去的，还有北安也多关系。不过还有，我刚看他，不过他开蛮多场，他连除夕的，除了除夕在过年每天都开了，吓死了。他连听说礼拜二，礼拜一晚上的。那我打起来会进步，只是打得不错。被教虐是虐的，太恐怖了。我好像就是算一下，还是还好。如果你礼拜四晚上，不要说最强了，最平均了，大概都是中到中上，应该跟昨天差不多。应该有，有这边有，有这边大概就1/3比较和平一点，然后中间会打得乱来，还好还有。哎，爽，稍微打哦。
作业，画个爆笑。